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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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请拿起《大佛顶首楞严经》一观卷上，上次讲到447页，还没开始讲经之前，向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昨天是我们汉传正法共修会三合一啊，第一次举行。三合一就是三个法一起啊，那分三组，第一组是那个慧济金刚啊，慧济金刚法；第二组是光明真言；第三组是42字华严42字关门啊。结果这个佛菩萨护念，这个参与的会员哈，相当踊跃，这个。寂寂一堂啊，这寂寂一堂的原因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大毗卢寺很小，所以50-60个人就挤得一塌糊涂这样子。不过也是佛菩萨护念，我居然可以把50-60个人给放进去了。那我就想到，你们也可以想到那个维摩诘居士《维摩诘所说经》，他那个斗室可以装很多很多人，也都不会挤爆，对。那昨天那个有一点点类似这样的，本来是排那个小小的拜殿哈，那这个结果就很乱了，然后而且也不好排。后来我想，就反而变成排那个大的拜殿，反而可以排得进去啊。那昨天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以及我觉得可能后世如果研究佛教史，可能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当然一切事都是无常的啊，但是唯有法是真常的。法你一修行了，那么就是永恒的、不可磨灭的，这个痕迹留在那里啊。这不可磨灭，英文有一个字 indelible 啊。那是什么？因为一切法你一摄受以后，就在众生的84田心里面，如是因，如是果，一定会易熟，易熟知道吧？这易地而熟，易死而熟，就一定有报，一定有果报，啊，这果报不一定是坏的啊，是可以好的、不好的都可以啊。那，在此我想要顺便讲一下，因为这个。对于我这个弘法的事业，乃至于我觉得就在当今的佛教来讲，也应该是相当重要的一件事啊，就是汉传正法共修会啊。那我在这个共修会的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一个引言啊，那我想借这个机会也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佛的法分作三个阶段，正法、相法、末法，那正法千年，相法千年，末法万年，这是《法华经》里面讲的，是所有一切经也都是这样讲，正、相、末三期，那这也是一切学佛的佛弟子啊，都应该有的知识啊。今年是2500多年啊。佛的纪元，佛在经中里面的受记说，我的法就是我释迦牟尼佛的法，正法住世千年，相法住世千年，末法住世万年。那末法以后，就这个到末期的时候啊，就已经唯有剃头披袈裟，而没有一切法。没有
没有持戒，没有修定，没有诵经，所有经典都渐渐都没有了，都不见了。那你说可能吗？这现在经典这么多啊，可能啊，真不可能。在中国历代就好几次，整个经典都毁了，你都是找不到了，连一本都找不到。是因为什么？众生业力如是，因为众生毁法，所以法就灭。众生护法，法就存，是不是？众生努力护法，法就兴盛，是不是？努力护法，努力修法，所以法如是故，所以法是应着人心来的，法自己不会兴，也自己不会灭，都是因众生护持他而兴，因众生灭他而灭，那或是轻谤啊，轻法谤法啊，不守法，他就灭了。那这个不只是出世间法，世间法也是一样啊。譬如说，一个民族，他们大体都有守法的概念。那一个国家就是法治的国家，对不对？好，那如果一些集权专制的国家，它从上到下都没有守法的概念，上面无法无天，我说了算，下面也是无法无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到处每个都是蚯蚓，每个都是蛇，钻来钻去的，对不对？那个蚯蚓还好，它是钻泥土而已。这个蛇的话，钻来钻去还乱吃，对不对？所以就天下大乱，因为没有法，没有法就没有节度，没有法度，对。所以那在那样的世界里面，就没有法，就没有国法，也没有法律。一切都是人的一时的好恶，或是一些人的一小撮人的利益，对不对？我们中国从古就是这样子啊，就一个人的利益，是不是？为了一个人的利益，一个人的欲望，为了满足他一个人的欲望，牺牲千万人，就这样。所以那个是无法无天的世界，表面上说。你看看张伟小说里面有说，你这样子无法无天，你眼中还有王法吗？这句话真是很可笑的一句话。什么叫王法？所谓王法就是王说的法，那王今天这样说，是法变成这样子，明天那样说，法又变了，是不是？所以那个王法就等于是，嘿，太好笑了。王法就是王法。什么是王法呢？这个王字啊，在文言文里面就是无的意思，或读成无，你知道吧？所以你眼中还有王法吗？这是杀头的罪啊！谁杀头？当然是王法把你杀头嘛。但是王法是依靠他的私欲而来的，对不对？他自私的目的的，不极端自私的目的。你不要说什么。我们中国这个，自从这个古代啊，商周秦汉都一样，后宫佳丽三千人，那只是少说的，而那一些宫女都不算的，光是嫔妃就三千人了，三千个全天下最美貌的女人。去服侍一个男人，然后为了要令他这个王宫紫禁宫里面能够东事情能够推动，就把男人给阉了几万人去服侍这些人，为了要怕这个皇帝老子戴绿帽，但是出众的工作还是要有人做，是不是？所以就变成这个不男不女的人这样子。可是你知道吗？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你若看那个这个野史啊，野史知道哈、啊，不是正史的小说啊，这个那些笔记啊，那些公公们呐、啊，那些太监呐、啊，他虽然已经被阉了，但是他还可以行淫，你知道吗？他用别的器官行淫呢、啊，譬如说用口啊，所以还是跟那个嫔妃也搞得也是一塌糊涂，你懂吗？就是背着皇帝老子还是取乐，而且还收干儿子啊什么的，也结婚呢，你知道吗？也结婚呢，那你说那太监结婚干什么？那个没有什么稀奇，你知道吗？现在不是就是这样的，这个同性结婚吗？是，那不是一样吗？对，所以你说同性怎么结婚呢？哎呀，这你就不要管人家，人家自有他的乐处嘛，对不对？那太监也有他的乐处啊，是不是？太监不只是说是讨老婆，哦，他还三妻六妾，你知道吗？那个大公公们啊，三妻六妾望族哎，你知道吗？变成，然后你不去巴结那个太监的话，你要升官，这个门儿都没有，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太监会？我们中国历代哦，又有两个乱源，第一个就是军人割据，第二个就是宦官专政，对不对？那你知道为什么宦官会专政？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吗？这学佛是太好了，就把这个历史哦，都人情啊、人心啊都搞得很清楚，你知道吗？不会被迷惑，不会被那些历史就骗人的东西啊，那些都是什么？那些都是御用文人写的东西嘛，对，要讨好那个皇帝老子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那所以呢，这个写历史的都是成者为王的那个朝嘛，对不对？然后把那个失败的都讲成都一塌糊涂嘛，对不对？啊，那个宦官为什么专政？因为第一个，皇帝老子一个人要享受千万个、几千个、几万个女人。然后就必须有宦官，然后所以他身边，而且他有非常的狐疑，他很疑心病很大，你知道吗？所以不只是说他的女人他要护着，至于他的权他也要护着，因为他这皇帝老子的那个权都是抢来的，对不对？所以他也怕被别人抢，所以他就特别忌讳哪一个大臣，哪一个这个他的那个臣子啊，特别聪明，特别厉害的，那个就特别遭殃。而且，通常如果是比较明君一点，那只是把你贬掉，升升降降，升升降降，就让你这个不得安，就让你不能够。为什么会？你看看我们中国历史啊，乃至于这个国文里面讲到哪些文人啊，怎么都升升降降，升升降降，你知道为什么吗？那就是皇帝老是玩的把戏，你知道吧？他不要让你在一个职位上坐太久，你太久了，你一定会有人脉，对。那尤其你做得好的，那绝对不行。你绝对好得民心，然后一结合起来就反了。为什么？你以前你老爹以前是反人家的，所以得到天下嘛。现在我反你没什么问题嘛。我就是吊民伐罪嘛，你吊一次我也再吊一次嘛，对，这有什么关系？对，那我你起来的时候是顺天应人，我现在也是顺天应人，吊民伐罪啊，是不是？所以这个是军人，还有那些有能力的那些大臣啊，通常都很不得志，而且也会遭殃，这个常常跟你升升调调，让你就像你看看我们任何国家也都是一样，那个将军啊，或是那些这个军队里面的主官啊，都是要调防的。为什么？你久了以后你就生出地方势力，你知道吧？那中央就摆不平，所以要跟你常常调来调去。那这中国古代的那些文人也是这样，
场边掉来掉去，哎，有的是因为情绪性的，有的是政策性的，听懂吗？情绪性的，哎，那这更多了，那政策性的也有，你做一个官做久了，他就给你升，升人呢都是明升暗降了，对不对？啊，升了，要不然就是降了，哎，然后掉了，降了。不，没有升降，但是就给你调了啊。然后有时从京城调到外面，由外面调回来，这样子，哎，就让你不能够生根，你的势力不能生根，因为什么？因为他害怕，哎，啊，你知道吗？这世间里面之所以会有战争，尤其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不是贪欲，你知道吗？这你就很惊奇了，是什么？恐惧，常常都是恐惧者先发制人，包括希特勒，哎，然后哎，包括布希，对，都是这样的。他就怕别人去来打我，我先啊，我不等你了，来打我，我先打你，这样的，哎。所以你看，这个学佛都把历史都看透了，对不对？哎。这古今都可以连成一起了啊。然后这个军人割据啊，军人专政啊，不讲了。这个然后也怕文人专政啊，然后可是他军人文人他都可以摆平，唯有一种人他摆不平，那什么？宦官。因为宦官是谁你知道吗？宦官是这个皇帝老子的哥们，因为他从小没有玩伴，他即使跟其他的王子啊，都有很多的王子，对不对？哎，乃至嫔妃所生的、啊，那都是他的堂兄弟啊，他们也都分开的，不能在一起的，你知道，都不能在一起的。哎，唯一在一起的时候是，也许有一个很好的老师，然后他们同时上课，这样子而已。但生活都是分开的，那真正跟皇帝老子从小青梅竹马一起玩的，就是宦官。那个小太监啊、哦，就去陪那个小王子啊、哦，小太子，然后一起长大，那就变成哥们了，你知道吧？然后等到哥们当了王了以后，那就提拔这个哥们嘛，对不对？一定这样，他觉得他信得过，你懂吗？他认为他信得过。所以那他为什么信得过，我现在再分析给你听。因为其他的人如果这个皇帝老子避于大权，都有很可能会令国家乱，或是会他会取而代之，唯有宦官不可能。尤其在中国不可能宦官变成王，可能吗？不可能，对，所以他顶多就权倾一世，然后搜刮很多的钱财，当是自己享受，因为他没有下一代嘛，对，所以他就不怕宦官会倒他的台，你懂吗？这是，所以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他的青梅竹马，哎，所以他们都是很要好的啊。那么，因为皇帝也是人嘛，那太监也是人呐、啊。他只不过比较轻一点而已，对，所以两个就干柴烈火嘛，啊，就很要好啊，就这样子，那而且他也不怕他会抢他的王位，重点也在这里，所以自古宦官专政啊。专制啊等等啊，这是避免不了的。那所以这个也是中国的王朝制造的这个祸，你知道？好，所以这是讲到说王法，这王法就等于没法，一个人说了算，那有什么法？这古代就是这样子，自古以来就这样子。我说中国了，西洋就不是了，你若研究西洋史，你就知道，你就会觉得很惭愧。人家从古希腊就有议会政治，知道吧？
希腊、罗马就议会政治，雅典那时候就议会政治，所以已经是相当周全的一个这个民主政治。那尤其是呢不列颠英国啊，你看那个英国史从头开始就是在讲他们这个议会政治的严格，议会政治的严格，从那个查理王开始，查理王大宪章记得吧，大概都考试考过就忘了啊。大宪章又称为光荣革命，有没有啊？也那个后来的那个也还有一个光荣革命，但是查理王这个就是说这个议会逼死那个查理王签的那个大宪章，所以把那个国王的那个权威啊让出一大部分出来，变成民权。那个民权也不是真正的民权，而是贵族的民权。那时候人民也都是下贱的啦，一直到19世纪才开始真正的民权，由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真正的民权，普遍的普罗的民权才起来。所以普罗听不懂，普罗就是普遍的这个老百姓啊。那所以这个所以法国大革命虽然是很惨了，但是他把等于是学习整个欧洲，把欧洲的这个军权的传统整个都洗掉了，所以也没有办法不这样子。那我们中国虽然也有学习，但是洗的片面的，不完全的。所以去了一个真的王权呢、啊，那起而代之又另外一个相似的王权一样啊，所以没有办法，因为我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那一个根，我们没有那个议会政治的根，所以人民没有那个认识，没有那个觉知，所以台湾到现在票还是可以用买的，更不用说别的。你如果在美国说你选举还可以买票，哇，那简直是不得了的事。你要去买票，你不要说你要当选，你马上第二天你就被抓去了，因为你要去买他的票的人，他认为对他是一个最重大的侮辱，你知道吗？对他的人格，对我们整他所信仰的这个整个的政治的制度跟传统是一个极大的污蔑跟侮辱，他绝对不能接受。他也绝对不会接受你那个钱，再多的钱，事实上没有人会想到用钱去买票，你知道吗？更加没有人会去接受被买。接受被买等于什么？那就变奴隶了嘛，是不是？所以因为你是买主嘛，那你就买了整个的法了，你知道吗？所以台湾的所谓的民主政治，我跟你讲啊，还差得远。你若看西洋政治历史的话，你就知道还差得太远太远。你对于整个法的尊重，守法的那种心啊，护法的那种心，西洋人可以说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这个宪法是最重要的。他们绝对没有任何人一个人可以故意违宪而没有人会纠正他，会反对他。你现在西洋整个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但是你不能违宪。你可以做很多违法的事情，但是那个都还有法可是还好，你知道吧？你也许可以暗中偷渡啊，但是宪法绝对不可能。而且宪法最后是操纵在大法官手上，对不对？但是我们台湾的大法官那是当权者选出来的东西，对不对？是他驾驭的使用的工具，所以已经是不是超然的立场了。因为不要说大法官，其实一般的法官都是超然的才对，对。但是台湾不是，台湾的那个
那个法官很多都是为政治的执政者所用，这个就马上就把这个那个法官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明朝的锦衣卫、东厂一样了，差不多了，因为是政治的工具，你知道吧？锦衣卫、东厂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国家安全局 CIA、FBI 这样子，知道吧？联邦调查局，但联邦调查局还有法可以管，这个东厂。东厂西厂锦衣卫是没有法可以管的，皇帝这个就委任给他全权处理一切他认为可疑的人，就可以不用审判逮捕审问，然后拷打乃至于处刑都不用往上报，杀而后报。所以，就讲到王法啊，那我们中国啊，真的还差得太远，因为没有历史上缺了2000年那一块，2000年，那西洋一直在这2000年就一直在演进这个东西，我们没有，所以我们学的都是表象的，然后。台湾这些选民啊，就好像美国南北战争解放以后的黑奴一样，根本不懂得什么叫自由，不懂得什么叫民权，啊，就乱搞。所以黑奴被解放以后，当主人呢，他做不惯，他还是跑到那个 plantation 那个大农场，还是去效劳他的主人，因为。他一来不知道怎么当主人，二来也找不到职业，所以还是去当奴隶。你看，所以这跟台湾一样，这个虽然民主了，表面上民主，但是骨子里面还是回去拥护那种专权的这种执政者，这很可笑，但是一点不可笑。你如果是旁观者就很可笑。但是你如果是身处在其中，就一点都不好笑，因为什么？因为这会亡国的，是不是？这历代以来为什么亡国，都是因为专制而亡国。这专制而亡国，我讲一个从小学里面我们常常听到的，暴政必亡，就是这个。好，那我要讲的是说，法会亡。是佛法会亡，因为法如是故，众生护持法就兴盛。那西洋人，因为他们护持他们的佛法，所以他们的法律就很兴盛。对，大家都护持，都守法。那同样佛法也是一样，众生护持，佛法兴盛。众生糟蹋佛法，佛法就灭亡。那你说？没有啊，我没有糟蹋他。可是你也是跟着吆喝啊，对不对？或者你就袖手旁观呢，对不对？我没事儿，对，那就共业了，对，一样。我见死不救啊，是不是？见法要亡了，不救，就任他亡，反正不是我把他亡的，对不对？那你见死不救，就一样，等于是这个消极的护持。消极的护持灭法者，你知道吧？就好像有一个人要被杀了，你不主动积极的去救他，然后看着他被杀，就犯了菩萨戒，知不知道？那看着众生，比如说鱼啊、鳖啊什么，就在眼前或是其他的众生要被杀的时候，你没有站出来去救他，或是赎他生命。那你就犯了菩萨戒，见杀不救，懂吗？所以佛弟子的责任是什么？应该是大圣心，不但自己修法，想要自得解脱，而且护持佛法，要护持佛法，不能令
任令这个正法败亡而袖手旁观，那就一定是犯了菩萨戒，这法上不救法，知道吧？所以大乘菩萨一定是护持佛法，不舍生命，更何况是小小的这个利益的丧失啊，对不对？你要救一个人，你必须要付出，是不是？更何况是救法，你救法那是救了多少人啊，是不是？可是啊，众生就是自我中心，自我利益中心，应该怎么说啊？要护持自己的利益，所以即使见法为王也不敢挺身而出，怕被看成太异类了，你知道吗？怕失去一些信徒，或是部分信徒，或是大多数信徒，因为什么？因为时代的潮流是这样，时代的这个潮流是黑潮，滚滚向前，势力磅礴，不可遏御，众生都在里面翻滚，所以你要挡着这个潮流是不可能的，你要那个潮流是挡不住，讲到这个潮流，顺便打一个岔，有民国初年有一个蒋梦麟，知道吧？蒋梦麟他写了一本《西潮》，知道吧？哇，现在人都是看电子书，都没有这些书，这一本是一个很好的书。我们年轻的时候，当我们年轻的时候，你们都还没出生呢啊！我们年轻的时候就读知识分子就很风靡这一类的书。这蒋梦麟他是国民党的党国元老之一啊，那他是留学美国哪一个大学忘掉，他是学那个农业经济的，然后会在台湾当农委会主委，还好像是那一类的啊，所以他算是科学的，但是他这个文学也很好。那他就正好处在，他是跟胡适他们那一辈的人啊，所以他目睹了这个五四运动啊，那个时候正好就是所谓西潮啊，这西方的潮流进入中国啊，那所以五四运动啊，他目睹了，然后他就把以这个整个划时代的大动荡啊，然后这个青年学生的觉醒啊，然后来对抗政府啊，政府种种错误的措施啊，譬如说对日本的21条件啊，还有种种的这个腐败的一种措施啊，提出抗议啊，然后那因此啊，这附带的这个新文学运动啊，这样的，那他以这个时代背景啊，然后写出他个人的生平，这样的，所以这个是算是很好的一个作品，通常写个人的生平啊，这个叫 memoir 那个叫回忆录啊，都是主要都是讲个人，但是他是以这个大时代为背景啊，一开始就是好像一个画布，先画出一个大时代，然后中间的点出一个小小的蒋梦麟，然后讲出那一代学子这个知识青年的那时候的这个处境用心，所以那一代的人，现代人不用说，再稍微前面一点点，都会讲到什么爱国情操啊什么，我都觉得都是相当假，但是在五四运动那个时候，真的是我觉得他们是真诚的，那时候就很多就跟上一代那些革命分子像秋瑾啊什么那些陆浩东啊什么那些人，那真的是舍生命，而且没有什么野心，
啊，没有什么个人野心，就是有所谓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有良心的青年学子，哎，那么蒋梦麟他们那一代就是很多这样的人，哎，所以你看了这个书哦，就很多感慨啊，也很多的启发，哎，也很多的感动，哎，这个不晓得有没有人把它变成这个电子书放在网络上，所以讲到这个滚滚潮流啊，这西潮是挡不住的，所以中国促进中国的所谓的现代化、西化，所以讲西化，然后讲全盘西化等等啊，啊、哦，那个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啊。当然，西化一部分来讲是好的，那西洋我们可以讲西化的是政治方面的，这一点确定是西洋是绝对绝对的比中国的优良。太多太多，不可以比了，哎，不能比，哎，其他的就比较难讲，哎，不过这个又有一个很麻烦的事情，这个政治常常是整个文化的一环，你不能撇开政治而然后去讲其他的，哎，所以这个讲来讲去就是重伤的业力，也没办法，哎，好，那么讲到这个潮流啊，我就讲到说，我这个昨天在公休会的时候讲了一个小故事。事实上，我以前曾经讲过，不要笑哈。政法万岁！举起政法的大毒啊，知道这个字吗？不知道，大概不知道，因为。那 computer 的电脑里面软体里面没有这个字，我想是不会有，很久没看过这样的字了哈，嗯，这很古典的字，像我这种老古板才会有这种字，嗯，接珠就是举起了，举起大毒就是大旗子了，哎，不是那个一个军就有一个很大的军旗吗？哎，我这个是小军旗，哎，那。我在30年前闭关的时候啊，我先把这个故事复述一下，因为这个有必要让这个举世的人多多知道这件事情啊。我在30年前闭关的时候，那闭关到差不多1个多月吧，2个月左右。当然我闭关是很精勤的修行了啊。结果有一天晚上做梦，就梦到有一座桥很大很大啊 ，maybe 像纽约的那个大桥，或是中国的那个黄河大桥或是长江大桥那么宽大啊，而且很长啊，然后很多的人啊，就这样蜂拥的如潮水一样一直往一个方向跑啊，那我在梦中我一个人啊，这个。反的这个跟那个人潮相反的方向跑，那我是靠着旁边跑啊，然后靠着旁边再靠右啊啊，那右是什么？右是正嘛，对不对？靠着右边，然后又努力的往前冲啊，然后一边往前冲，然后一边举起右手，然后又半回头啊，又举起左手，然后看着后面就说：“你们跟我来呀、啊，跟我来呀、啊！”啊，这样子。然后就我好像到哪里去游览那个响岛一样啊，啊，导游的，嗯，然后一边冲，然后一边招呼，然后后面确实跟着一撮人啊，这边，然后我就看着哈，人不是很多，但是有啊，而且是不断的啊，所以我醒来了以后，我就想啊，这个应该是表示什么事情？表示什么呢？如果我们把它讲的不要那么玄，就讲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
我心里面所关切的一件事情。你看看，我那时候学佛才两年呢，啊，两年，我自从我第一年我是自修，然后自己求解脱啊，然后后来就看了《法华经》以后，就确定大圣，决定大圣，啊，所以把自己解脱的事情忘掉，就撇开一边，哎，以法、以教、以众生为重要，啊，就一直都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然后，所以我所在乎的，我所追求的就是这件事情，啊，那，哎，这有个比喻，你们也都知道嘛，比如说船已经沉了，然后有好心人呢，这个为了要救人呢，不顾自己的危险，对，那个就是菩萨嘛，对，菩萨为了要度众生呢，这个入生死流，救度众生啊，好，那么这就讲到就是我自己的发心啊，那那个桥呢是什么桥？就是生死桥啊，啊，那个人潮这样涌过来，涌过来，而我反着潮流走，是什么呢？逆生死流啊，所以我这几十年哦，我一直都很在意这件事情，因为顺生死流的人太多，然后跟着我走逆生死流的人太少。可是，我昨天就发现一件事情，我再也不会那么难过了。但虽然不会那么难过，但是，还是努力的做。我问你，这个自古以来，自有史以来，入生死流的众生多，还是出生死流的众生多？入生死流众生多，多的太多，对不对？所以这法如是故，本来就是应该这样子啊。所以，我就不再那么难过了。那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既然我已经把这个正法这个提出来，当然我一定要站住了，对不对？啊，那所以就尽量朝这个方向努力。所以法度有缘人没有办法，有缘的就来，没有缘的你不能相抢，不能相勉强，啊，好吧？讲了半天，这一节就是讲的这个啊，但这个是非常重要，你知道吗？是不是啊？那所以大家有缘就一起来修学正法，护持正法，令正法久住，众生悉皆安乐，好不好？好，好，拍手。好，休息一下。